一个人平均五六百吧，大概。一年吗？一个人收入肯定有500嘞，不多。有些收入不到500，平均。除了那些。一个学期就400多，那你们现在就你们组里面还是村里面，还有多少个在读书的小朋友？村里面有多少个啊？12个。一共就12个。嗯。
都和你一样大吗？是。快到点了，等一下。那你读完初中还想继续读吗？想。对。想考到各州。想考到然后呢？然后。想不想念大学？是。想不想去成都上大学？想。